这个有红色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嗯嗯，你们讲笑话。来，有一天，创社洗牌一号古梦卷，他单手接了一个呛死好球。不好笑。然后不好笑怎么办？然后换你。不要。我们当赛品，你是赛品，我是主播。风群哈，我看动作没有在认真。主播你怎么看？我觉得风群真的是，哎，观众怎么讲？主播你怎么看？发球，发了一个，发了一个还不错，主播请一个扣回来 ，touch out。风群看着他就要持续了一秒，应该是傻眼的脸，我猜。我猜。风群脸。完全不懂排球的主播，这个哦，这个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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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讲烦我的坏话会被录进去，会完了，现在不能讲。希望他没有录声音，应该是会，应该是会录。那我到时候把那个影片偷过来，然后自己配音乐。对，叮叮叮叮叮叮。哎，出我，不能更好细啊！啊，那学天会，天会更好细啊。是我都看不到触碰，真的、哦。其实触碰还蛮明显的，是吧？就攻击那一瞬间，还有拦网那一瞬间看到是吧？举球跟无意触碰通常都不算，对吧？就什么背不小心刷到网就不算，嗯，主要屁股很凸，把网子整个尬下来。哇，我不行，我开始乱讲话，给他录到，正面把网子扣下来。肥家都喜欢看小，喜欢看电视。好球！睡了。好球！好，终于处理球了。这个小狼，哦，赵伟强啊。好球！好不好？我看那脚好不好？我有疑。这小狼我们看好碍眼了。这小狼啊，烦。我在等，看他会。我估计不会。傻笑，太惨了！哦，那个救援呢？那边持续小碎步，然后录到的东西，这是品质这么差，很烂。我就在那边小碎步。哎，对，我差点忘了，如果在那边小碎步，他应该会录到一阵。拿着球，球很随性。风雪怎样了？风雪快回来哦，来这边转。要力有多差，一定用手。转错边了啦。那转会往前吧。对啊，要好转。要好转。难怪他回不来。他应该投进去了，转错边了，这个敌人，难怪回不去。
欸，这个红灯有亮，也是在录影的意思吗？应该是啊。我在录电视都没亮。哇，是这个意思就不太好。你九球，九球。欸，是欸，你看下面电子。哪里？嘿嘿，这样子给我跳跳。完了完了。这个防卫我不用点。这是防卫是不是？嗯。感觉还有一个，麻烦。